最漂亮的天空，不是星空，是银河，它绝对不是只有几颗星星这样子点，比这个漂亮500万倍的相片绝对不及你肉眼看到。刚刚中间一度有点上不来，他跟歌向导说他真的想放弃，我想要上来跟你一起看一场看日出。你往后看。我是 Heaven， 我现在有点笑不出来，怎么办啊？我们要做一件让我们很紧张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要去挑战的两天一夜的百岳行程。要挑战的是奇莱南华路线。奇莱它就是一连串的连峰。那我们今天爬的奇莱南华其实是一条路线，它是奇莱南峰跟南华山的简称，但它说是比较适合新手的百岳。我们出发！嗨，我们现在在屯渊登山口，然后刚刚从台中市区出发，大概过了2个小时。今天整天都要走13公里，然后准备开始我们的13公里，正式开始走了。你们看，这是今天最后一次跟我黑粉讲。我们现在是要先走去云海保健所，要大概走2个小时，等一下在上面吃午餐。太阳很大，但是没有晒到太阳的地方很可以。真的是一个人生当中的大突破，我希望各位可以看到最后，陪我一起见证。领队叫我们慢慢走，我也是走不快啦。是马海普，是莫纳鲁道自杀的。看这一排，就是我们两个最需要加油。手机和通讯处。山很特别，它很像那种石板的感觉。今天的远山是高清呢。休息10分钟，我们就很开心。你知道我把那个包包放下来瞬间多爽吗？天堂就是这样。推荐大家，对，你们来爬的话，请穿这种高筒的，因为它这边有包覆效果，保护脚踝。一般的运动鞋的话不建议，鞋底很薄，走这种石头路，久的话脚会痛。怎么？很多人说就起来南华这条路线比较适合新手，海拔没有很高，它的路线其实比较平滑。你看，那我们现在还很远吗？11K。好，我们才走2K，再走5杯。开玩笑吗？好生气啊！登山人最喜欢讲什么话？转个弯就到了，转个弯就到了，转个弯就到了哦！就你还要转10个弯。哎呦，想看哦！我想要，你干嘛？我想要走过去了。其实还好，没有我想象中的晃。笑来开心，开心。我们现在到了浮云宫，它是这里的土地公庙，他们都在这里拜拜，祈求就是天气好。到云海保健所了，可以吃午餐了。就是以前是自治时期的住宅所，就是警察局。那我们现在来拿出我们的粮食，早上露露帮我们买的饭团。早上只是小配，吃完出发可能还要再走个4个多小时。靠，现在已经蛮高的，已经2360公尺。我们现在要继续走了，现在开始要上坡了，所以我已经把我的外套脱掉了，准备跟他作战。哇塞！我要大封闭拍照。没想到他们可以在大封闭待这么久。可以啊，就像我们也可以在一个打卡点待很久。再看了，真的会头晕呢。爬了10K了，真的是太幸运了。因为露露说前几次来这时间一定都是大雾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看得到天池山庄的地方了。好想去天池。后面也在喊，现在是一个跨年的节奏。跨年。前方在迎接我们的人们。我们现在来到南高吊桥，它有名的是双层瀑布，看光影全部入路的洞，太幸运了吧！这一路走，第3K，你最棒，我最棒，2020我最棒，我看到它的屋顶了，到了。好啦，我们现在要进去我们的山屋里面，一定要讲我们刚刚看到的，旁边上厕所之后抬头，他先骂一声，哎，这是我这辈子看过最漂亮的天空，不是星空，是银河，它绝对不是只有几颗星星这样子点，比这个漂亮500万倍的相片绝对不及你肉眼看到。现在推跟大家，赶紧上来，可以，我们都上来了，你们应该可以吧？那明天2点要起床，大家晚安。我在
2:37的稀饭哎，哇，吃吐司很开心。等一下我们就要出发了，我们出发的时候天应该还是暗的，好酷哦，有一种要去探险的感觉。现在出发了，准备要从这里上去天池，1公里的路程被看作大概要走40分钟，就要拨开树丛走路。哎呦，要树很快，很难走。想要下树应该是快乐。现在我严重大脱队，因为真的太喘了，那心脏是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。然后塔罗很厉害，还有跟上他们，他们现在已经不知道去哪里的。至少我们有在前进。漆黑的山上，大家都穿外套。啊，那不行，我真的流超多汗。这里也是非常陡的。这里。下坡，然后这边有好多人叠石头。走先上一步，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，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。最近的这一座山就是南华山，又称能高北峰。啊，在这里那么多乌梅鹅，我都记不起来，每座山我都觉得很像。我已经回到天池了，我们后面这一滩水池就是天池，然后天池就是算这里交叉口，这边是往南华山，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往这边走回去天池山庄。我们现在要准备回程，东西又都在身上了，拜拜拜拜，叫我们再来玩，我真的要考虑一下。现在要去能高瀑布，能高瀑布其实就离天池山庄不远，这个真的是往北不好当哎，哇，到啦！哎，下来看之后它变得好大哦，这里的水是碧绿色的，超可爱的，而且上来的人很少，所以在这里拍照不用排队，超好的。那个拜拜。本来要去骑南峰跟南华两座山，对，然后我们最后只上了南峰，嗯，因为真的要衡量自己的体力有没有办法，而且我们如果硬要去的话又脱队，其实领队他们也蛮难照顾我们。领队说我们没有运动经验，然后第一次爬百岳已经算是很不错，因为我们有成功登顶。这样两天加起来，我们已经走了35K。对，而且我暂时可能不会想要再走路了。那我们到了，辛苦你们了。0K， 爽啊！我下来了，好爽。因为都是我们两个第一次登。